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银河球棒侠传说齿轮星球适用队伍打法攻略。卡夫卡、黑天鹅、霍霍，星穹铁道 2.2 活动攻略。齿轮星球队伍带三个室友，再带一个黑塔。商店里把推荐的都点上，多余的点经验和富豪。依旧是刮鱼洞就行。正儿，厄运之序。哎，见。这次多了重置功能，没有想要的武器可以点重置。这里给一下推荐选的武器：初始的雷惊袭、弓、斧子、盒子，还有他们的共鸣配饰。大家可以先找到这四个武器选上，然后优先选一个点到八级合成传说武器，然后挂机就可以轻松拿满奖励了。如果不想一次打完，在中间的精英节点会自动浮荡，放心说后面暂时拼下入武器成型后的效果去念下。便是无尽深渊。啊，放心生，万雷轰顶还是挺爽的，结果七色必将承受代价。红虫女子啊，都看到这种喜量衰剑了，求个免费的点赞呀。